现在就用中文来这个词，就是因为你把它用英语说嘛，就是关键的方面就是什么？其实把英语用这些台语表达的地方嘛，其实有些时候啊，我感觉比较生活化嘛，才说的和你比较爱说话的。Thank you.
Thank you.